原标题是为开国中将请毛主席喝啤酒，毛主席说这东西味道真不错，在开国将帅中有不少兄弟将军，比如历史客栈之前介绍过的王树声与王洪坤，贺晋年与贺吉祥，还有今天要介绍的张令斌与张平凯。张令斌与张平凯出生于湖南平江县枫树村，哥哥张令斌生于1902年，弟弟张平凯生于1910年。1955年授衔时，哥哥是中将，弟弟是少将。今天咱先来看看哥哥张令斌的故事。说起来，张令斌跟毛主席的渊源还很深。毛主席第一次领导的武装起义秋收起义，张令斌就是其中的一员。三湾改编后，张令斌担任班长，后来又升任排长。值得一提的是，我军第一个教导队就是在井冈山时期龙江书院办的一期班排及骨干培训，张令斌就担任区队长，还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后来张令斌一直从事后勤保障工作，为我军的后勤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令斌奉命为后续部队筹粮，不过由于红四方面军相关人员的统计疏漏，等负责红四方面军后卫的第三十军来领粮食，粮食都已经分完了。这个突发情况可把张令斌急坏了，献丑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个战士来报说八连房子后面发现一个密洞，里面挺深，看不到底。张令斌敏锐的意识到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很有可能是贮存东西的洞。张令斌立刻带人去查，果然洞里面全是青稞麦，最里边还有的腰堆放着腊肉牛油，还有大量的布匹。张令斌非常高兴，决定将这些物资交给三十军，并在洞里留够了钱。许多人觉得不应该留，说这是土豪该打，但张令斌认为打土豪也要光明正大，不能这样无声无息就给人拿走了。于是他又留下了一封书信表达了谢意，并教育他们要支持红军。到了抗战时期，张令斌担任军委后勤部经济建设部长，按照毛主席倡导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这天快过春节了，毛主席来视察经济建设部，张令斌就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菜，还拿出了两罐啤酒请毛主席喝。在延安，啤酒可是个稀罕东西，毛主席眯着眼喝了几口，说令斌，这东西味道真不错哟，来我敬你一杯，你劳苦功高啊。等毛主席走后，张令斌叫来了司务长，说这顿饭花钞的钱和啤酒钱都从我这个月的津贴里扣。当然毛主席也知道这顿饭花费不少，就对陪同来视察的谭政说，这顿饭估计要超标了，从我的津贴里给令斌支点，否则他肯定又自己偷咬包了。建国后，张令斌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军需部长，被授予中将军衔。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1955年全军授衔的服装就是张令斌领导设计的。为了让军装体现我军特色，张令斌多次到各军种军区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确定了设计的三个原则：节俭、耐用、气派。为此张令斌先后数次更改设计图样和实物标样，直到1955年4月才最终确定了下来，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55式军服。另外还有个事儿值得一说，在湖南平江县的枫树村，不光出了张令斌、张平凯两位兄弟将军，还出了一位开国少将，叫裴周玉，跟张平凯是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一个村子出了三位开国将军，确实不多见。而且这位裴周玉将军一直活到了2015年，
享年103岁高龄。历史客栈作者荒沙，有趣味，有思维，有品味的三味历史，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108，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